季宾国王得意卵三年不鸣，妇人曰：“常闻卵见泪则鸣，何不玄镜照之？”如今戒术已成，而道心未坚，今顺无反胃，杀汝表兄田季安。那位黑衣女子是李儿蹴鞠时撞见的。到刺客又是黑衣女子，娘娘叫我父亲说青鸾很近，娘娘就是青鸾。绝欲为绝绝之，见道无亲，不与顺理同忧。如今剑术已成，悔不能再学。